如尊胜陀罗尼经啊，这经上有几句话说，诸飞鸟出生，寒林之内也，闻此陀罗尼一经，闻此陀罗尼一经于耳，尽此一生更不复受。这是大乘经，对畜生道的利益。你看，飞鸟畜生，我们今天讲动物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六道里头是畜生道。他们有灵性啊，跟人没有两样。啊，也是人死了之后投生到这一道去了。啊，受畜生身。啊，闻此陀罗尼，这陀罗尼经啊，陀罗尼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总持。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畜生听到这个经文，他懂得了。啊，一经于耳，尽此一生，更不复受。他就能离开畜生道，能离开畜生身，到哪里去了？到人道来了。善根深厚的，过去是有修行的，他到天道去了。啊，再不会呀。多三恶道了，畜生闻经的利益了。